好，大家晚安。我是张哲生，我现在人在桃园国际棒球场外面哦。然后今天是2021年1月10号，现在傍晚，然后来看五月天的最终场的演唱会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来到桃园国际棒球场哈，然后要来进场看五月天演唱会。这一场是他们今年的这个好想好想见到你的演唱会的最终场哈，原本是第三场，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做调整，就从12月27号。改到今天1月10号哈，然后成为这一次演唱会的第六场，也就是最后一场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也是人山人海哈，非常的多，人非常多。我们来看一下。这里有歌迷特别制作的拍照墙，在那个公车站的后面，哦，很特别。好，我们来找这个入口了。好多人哦，这旁边有在卖周边产品哦，五月天的周边商品。看一下这个球场的外围，然后我看这边目前排商品的人并不多，所以我就先来排商品，来买一下五月天的限定周边商品。我怎么切过来了？好，不小心切过来。好，我现在在这个棒球场外面，然后切回去，切回去，不小心按到的哈。好，那我们到这个五月天演唱会外面的这个直播哈，就相信到这边告一段落哈。然后我先去买商品啦 ，OK。好，那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哈。啊，也希望今天晚上的五月天演唱会非常的顺利，非常的精彩哦。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